日二E T 個股推介係廣汽集團2238。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係全球邁向綠色低碳經濟，內地積極出台減碳排放政策，咁推動呢個持續推動新能源同埋新能源車產業發展。廣汽嘅新能源車品牌埃安銷售良好啦，咁就係估值具上調嘅空間嘅。在新能源車大時代之下，廣汽的新能源車品牌 ION 有望後來居上。就根據官方的數據，它在8月份的銷量11000多部，按年增加 1.1 倍，連續4個月銷量是過萬，頭8個月累計售出近67000部，已經超越去年全年的總銷量。走勢上，廣汽以大成交突破2月以來的橫行區間，預期估值仍然有上升空間，若果能夠企穩8元以上可以追入的，目標先看10元，否則就等到7元以下收集，跌穿6.5元可以減持。